哦，好吃，好吃哦，嗯，好吃，好吃。哇，这个好像在家哦。你知道吃药丁那一口，满满的儿童时候的朋友影像全部都出来，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眷村之旅。哦，是完整的哎。OK， 可以。我们两个靠，那我这边。我现在有点不相信你的行程，是有点不太信任你的行程。周六晚间八点，东森综合台，贝朵娜、本正平，花甲少年去旅行。贝朵娜发光乳霜粉钻瓶。哦哦哦！机器坏掉了是不是？看他被折磨，好开心呀！OK， 要不要骑看看？我好，我骑看。其实他很稳。我在水里面剖竿，真想大喊一声。他在嘿，来钻过去，钻得过。周六晚间八点，东森综合台，贝朵娜、粉正平，花甲少年去旅行。贝朵娜发光乳霜粉钻瓶。当时进节目就禁止鬼鬼吴映洁参加，因为男生跟不到。我们现在呢，准备进行。我被挡住了，对，他就是故意。好，我被实境节目的那个摄影师挡住，进不来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来玩那个游戏，先来到游戏室。对，哎，这样讲话不用用吼的，很棒。对，你是不是很受不了我？剪刀石头，你们先讲剪刀石头布。爸，我觉得你要去拿一个那个麦克风。麦克风吗？好。哦、我也要搭话的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以后实境节目就不会找我，因为摄影师很难跟。OK， 不会啦。会吗 ？OK， 可以吗？以后实境节目就禁止鬼鬼吴映洁参加，因为难跟，跟不到。真想大喊一声，他在嘿，来钻过去，钻得过。周六晚间八点，东森综合台，贝朵娜、粉正平，花甲少年去旅行。我没有发现，因为我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吓。我们是要住哪一间？你来看这边，这边真的、啊，这边可以全部一起。真的吗？玩，哇，一二三，哎、欸，好酷哎、欸！为什么不在这里？住这里吗？确、定？这边这个人等好久哦。他真的等好久、哦，因为我一直在外面玩游戏。我想说，我们进来就变这样吗？哎、欸，他喜欢破梗，不是他刚醒的感觉，他觉得。你是不是想说我们刚刚一开门，赶快讲，哦，到我了，到我了，赶快按路。哎、欸，确定这些，但他们床太……他真的等很久哎，这么早 Q 他进来干啥呢？哎、欸，因为他们跑那么多间都没有。我们玩那个叠叠乐玩了一小吧。对啊，嗯，他没想到我们会玩叠叠乐，还在外面劈腿。他想说，到底是要不要进来？这个好可爱，小时候最喜欢睡沙发铺了。小心头，小心头，你头朝外面，我看看你。哎，你看，好可爱哦。不是，哎，我只是叫你们试躺，你们是真的睡着了，你们认真一点好不好？这边有 room service 吧？没有啊。帮我把行李拿起来。熄灯。熄灯。熄灯。哦，哎哎。哇哦哦！真的，你看，这里是这谁的？自动的，哇哇哇 ！Room service，Room service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你是这个居旅社的老板吗？回答的真好，我靠，真的是实习生，外面真的。哎，那我们实习节目 ，OK， 熄灯。我觉得。你躲在下面很久比较好笑。好辛苦，他还在拍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还在拍？哎、欸，实境节目怎么有人？实境节目怎么有人？哎、欸，不然怎么会听到我收到我的声音？怎么会有红色的鸟？我没有发现，因为。我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吓。周六晚间八点，东森综合台，贝朵娜、粉正平，花甲少年去旅行。
你先。来，小曹，来，我给你们口号好了，你给我们三亿，我们才会比较不会乱。换句气儿，转圈，慢了，转圈。这老师好凶哦。好，啊，等等等，转圈，还是这样？气儿，等。鼻。所以。对。右边，左边。绕圈，绕圈。点点点，离开。好。好 ，OK。汉堡哥，五吧，好，气儿，转圈，绕下来，胸口，扭，左边，绕圈，点点点，这样，好，好，那姐姐换你了，我们等一下要出门了，我一定会忘记，转圈，绕，胸口，扭。左边，哎，左边，右，点点点，另开，好，这样。好，最后一次，那跳错的话就算了。好，但我觉得你们有没有一点成就感？你跟他讲，你们有没有羞耻心？你跟他讲，我们两个很认真，然后我很认真、啊，其实你要努力，其实没问题，我记住了。好，那你们先站好，先站好。就算你的动作可能小 miss， 但是你的表情要没有。我跟你，你表情如果可以骗过我，我就不在意。OK， 好，好好，我先录喽。好来，好，最后一次喽。好，啊，气儿气儿，音乐。就对 ，OK OK OK 了。我好像不对，看一下好了。